今天早上的放送事故让我登上了今天媒体的版面，我还是要跟媒体说不好意思啊，我绝对尊重你们采访的权益，以后让大家问好问满好不好，跟媒体说记者节快乐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民众党发言人吴怡萱，各位委员还有各位现场的小草，你们辛苦了。今天早上的放送事故让我登上了今天媒体的版面，我还是要跟媒体说不好意思啊，我绝对尊重你们采访的权益，以后让大家问好问满好不好，还是要趁这个时间跟媒体说记者节快乐。好好，